持续半年之久的李敏镐 My Everything 世界巡回演唱会终点站将于8月10日在京圣湖开唱。为给演唱会提前预热，9日下午，李敏镐以一身休闲装扮帅气亮相北京举办记者会，提前与媒体及粉丝们亲密接触。此前，李敏镐被爆出略显发福的照片，让不少痴迷的粉丝大跌眼镜。不过，其当天看上去却明显消瘦不少。对于包子脸的传闻，李敏镐当天也大方回应。살이그러니까살이찐건아니지만얼굴살이자주붙는편이에요그래서아무래도요새는뭐드라마준비하느라고운동도열심히하고하다보니까붓기가많이빠져서살이많이빠진것처럼보이는것같아요随着韩流疯狂席卷中国后，越来越多的韩国明星瞄准中国市场，更受到不少粉丝的狂热追捧。李敏镐当天也透露有意来中国发展，期待碰见合适的剧本。늘제이들어오는건계속검토하고있고요정말욕심나고좋은작품이있다면중국작품도꼭해보고싶어요중국뿐만이아니라그냥국내작품이아닌해외작품하는게저한테도굉장히많은도움도될것같고그리고또새로운경험하는걸좋아하기때문에좋은작품만있다면언제든지동신娱乐整理报道。